對於游慧晶和梁仲恒在立法會入面他們以支那侮辱我們中國人的言論，我是感到非常之憤怒和痛心。支那這個字源自於日本人稱呼中國人，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們已經將這個字附上一個不可磨滅極之侮辱性的意思。我在過去已經 發動了一個網上的聯署，超過400,000人去支持我這個聯署，要聲討他們，不可以讓他們繼續侮辱中國人。他們成為了立法會議員之後，他們就有特權去獲得豁免，他們以後所說的侮辱中國人的言論和港獨的言論都可以不受到基本法的監管。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大家一定要一起出來支持我，支持全部中國人，不可以讓他們侮辱我們中國人，要捍衛我們中華民族，捍衛我們的民族尊嚴。